来，咱们先看视频。我去，这个东西装在车上真有那么炫酷的效果吗？买了视频同款的气门枕帽啊，一共买了四个，花了我20块钱。这个东西真不便宜啊！哇，可以看这东西居然还不是电的，这个东西是夜光的。这个东西也没啥特别之处啊，真的那么亮吗？咱们出去试一下啊！现在夜黑风高啊，咱们把灯关了，看看它的亮度啊。哇，哎，这个东西还是挺亮的啊，跟我们小时候玩的荧光棒差不多啊。这样咱们多给它一点光照，看看它会不会更亮啊？这回再看一下，我去，比刚才亮太多了。OK 啊，咱们看看这个东西能亮多久啊？OK， 兄弟们，这个东西过去了15分钟，还是挺亮的啊。接下来咱们把它装车上看效果啊。据说5000块以下的手机打不出来这个字，不服评论区见。把这个拧下来，再把这个装上。OK， 接下来咱们出发啊。这也没有效果，啥也看不见呐。可以看这东西变得已经不怎么明显了，咱们给它加点光啊，多照一会儿。这一回就明显多了啊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有点效果啊，能看清那个光点，但是不明显呢。是我速度太慢了吗？这回咱们速度快一点啊！我去，这速度一快，啥都看不着了。那为啥没有它视频里面效果那么炫酷呢？但是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我还买了四个这种 LED 的啊，有震动它就会响。你看看人家这个效果。完蛋，也是个智商税，车轮转动的震动不足以让它亮啊。这个东西，你得使劲拍它，要不然它真不亮。